哦，曹可文是会来找我玩的呀，怎么还没来呢？哥哥，吓我一跳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哥哥，哦，泡面。你还记得这个吗？我们上次看到的。我换了包装，我还真没看出来呢。没错，原来是有自己的桶的。不过我把它们装在一起了。我一个人玩太无聊了，所以你想让我跟你一起玩游戏呀？是的。那么不过一般玩游戏太无聊了，所以哥哥我特有准备。我们每玩一局游戏呢，就完成一个任务，怎么样？任务？好呀，好呀。那么我们玩三局游戏呢，赢的人就获得这个游戏箱子哦。也就是说我有可能空手而归是吗？对呀、对呀，怎么样？好吧，来就来。哦，没问题对吧？是的，没问题。三个游戏分别是惊险的螃蟹零食、哗啦啦炒年糕、发射小鱼饼，想先玩哪一个呢？这个。哦，好，哗啦啦炒年糕，走到。走着。那么小可文，你抽一下任务吧。我呢？哦，这个。好，究竟。等等。低于90分贝，90。那么这个游戏呢，我们需要进行分贝鉴定。如果超过90的话呢，就算输哦。我们什么时候不做的时候，大概是47分贝。不过我们游戏的时候呢，不能超过90分贝哦。剪刀石布布。小柴门先开始，现在开始。不是，是哥哥先开始才对。我先开始吧。多少分贝？多少？没有超过。真可惜。嘘，不要。小凯文，这次我们一次放两个吧。好呀。超了那个不是年糕掉了就捡起来不就好了吗？干嘛要拍桌子呀？刚才年糕掉了，我想刚想把它抓住，就成这个样子了。那么哗啦啦炒年糕游戏成功仪式感吗？那么第二个游戏我来选，然后再抽取任务哦。好的，第二个游戏我选这个。任务呢？任务呢？这个不许弯手肘，这个怎么弄呢？凡是任何事情的时候呢，手肘绝对不可以弯。那么只能这样哦。哦，如果弯的同时呢，就算输。石头剪刀布。不。哦，好，我来了。不许弯啊，不许弯。打直。哥哥好逗啊。哦。二。那么从这里一二三，哦，失败了，失败了。我是一二二，这里没有，我才没有呢。啊，我开始了，这里真的没有力气啊。是的。那么下一个还是二，来了，准备。你刚才干了什么？原来这样弄啊，要这样才行。我是一。哦，总是抽到一呢。一，也来喽。一，哇！这次赢了我。等一下。本局游戏草改们胜利。最后一局游戏呢是惊险的螃蟹零食。因为是最后一局，我们各自来抽取各自的任务吧。各自，好的，那我先了。好的，我要这个。这个吗？好，哥哥是这个。我的是戴眼罩进行。哥哥，小凯文抽到什么呢？我又抽到了这个。什么？不过你还是可以睁开眼睛玩的。我这个戴眼罩怎么玩啊？哥哥，我问你这样要怎么玩嘛？那么先试一下吧。好吧，好吧。那么这个游戏是可以这样玩的。就算我看不见，
你也不可以趁机搬着、啊、才不会呢，不可以趁机搬胳膊，知道吗？这个没准会跑到你那儿去 哦, 哦、没关系，后四种颜色呢，知道了，没关系的。好的，光明正大的剪刀石头布。我的是打螃蟹。哦，好的，插紧一些吧。等一下，要背得牢固一些哦。知道了。哦，好了。好，然后把它弄好。骰子。给我骰子。知道了，给你了。二。哥哥，你在干嘛？五。好了。好了。走了，负一。如果抽到负一的话呢，就把螃蟹从对方那里拿来一个，要给你一个。不，不要。要收下的。哥哥，我现在开始出汗了。我也是。你有没有弯胳膊？没有。是吗？我投到什么？哥哥是负一。负一吗？我要来喽。一，我挂一个。哥哥，我快要抽筋了。一，好吗？一，哎，不是这里了，这是我的位置。哦，这个没有关系的。真的？好了。二，哇，终于抽到了。现在小凯文还剩多少啊？啊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好讨厌啊！倒吧，倒吧，倒吧。才不会呢。什么呀？一，一。啊、怎么回事？等，一个两个，一共到了两个。那么虽然我现在看不见，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差不多吧。哥哥，我现在剩五个，你还有一个两个，一共有十个。那么呢，我可以逆转的，你不是也会掉下来吗？我们每个人投两下，然后计算最后的数量，决定输赢怎么样啊？每个人投两下，好吧。好，那我先了。好，投到了花蟹。哦，真好。给，一定要出二二二二。一。一吗？哦。我挂上了。哦，好的，还有九个，九比一。我要投喽。一。哦，倒吧，倒吧，倒吧。好了，五，最后一下在这儿呢。二，五，哥哥投出了二，哥哥往左一点。好了，成功了。哥哥，你把眼罩摘下来看看。怎么了？你看看，这不是挂上去的吗？明明是放上去的，所以我赢了，对吧？我现在只剩下四个了。什么都看不见，这个任务太难了。不，我的也很难。好，知道了。那么最终胜利者属于小凯文。哥哥，那这个我拿走喽。啊，好可惜，我本来可以赢的。不过这本来就是你的。就是，那我找别人玩了。再见。这么快就走了吗？哎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我。三个也是可以玩的呀，等一下。